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GraphPad Prism 的教学课程。通常呢，我们拿到实验数据之后，我们要向别人展示我们的结果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做两件事，一个是呢做统计分析，另外一个呢就要做图。通常情况下，有人会用一个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，用另外一个作图软件进行作图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有一个软件叫做 GraphPad Prism， 它将统计与作图集于一身。十分方便我们平常的实验结果的数据分析以及作图。那么一方面呢，它可以进行统计分析，包括使用常用的 T 检验，包括我们的描述性统计，包括什么正态性检验，包括什么方差分析啊，以及其他等等常用的一些统计分析都可以在这个软件进行。另一方面呢，它可以作图。包括你需要的散点图、折线图、相似图、柱状图以及生存曲线等等其他常用的你需要作图的东西，都可以在这个软件里面实现。另外一个呢，它做出来的图呢，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一般你在 SCI 里面看到的那些漂亮的图，一般都是用这个软件做的，做出来非常漂亮。所以呢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使用这样一个软件，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科研生活呢更加的方便简单，然后呢做出来的东西呢又漂亮。那么如何去获取这个软件呢？我就给大家讲一下。我们来到 GraphPad 的来到百度界面之后，输入 GraphPad， 然后呢就会点击百度一下之后呢，就可以来到 GraphPad 的官网的链接，然后点击之后呢，就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界面。然后呢，你要获取这个正版的软件呢，你就点击这个 free trial 下载，或者是 set free trial。 你点击 free trial 之后呢，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界面，然后要你输入你的邮箱地址，然后获取免费的30天的体验。也就是说，这30天，这一个月之内，你使用它是不收费的。但是呢，在30天之后呢，是需要收费的。至于这个软件是怎么下载安装的，你输入这个 email 之后，邮箱地址之后，然后它你就会收到一个邮件，然后根据里面的指引进行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。它的下载和安装呢都十分的简单，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。在30天之后呢，你可以选择使用其他的邮箱地址进行另外一个30天的免费试验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软件确实不错，你也可以在这个网站进行购买，但是它的价格呢也会相对而言会贵一些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如果大家觉得经济能力觉得稍微欠缺一点的话，就不大想买这个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去找一些什么破解版的软件，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正版的软件，因为正版的软件呢它毕竟性能会优越一些，然后呢做出来的东西呢也就可靠一些，所以呢就还是建议大家使用正版。那么在接下来的课堂中呢，我会手把手的教学如何使用 GraphPad Prism 进行常用的统计分析以及进行常用的作图。在接下来的视频中，大家可以学习到如何使用这个软件，简单的获取我们想要的作图结果以及统计分析结果。希望这一套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，谢谢大家。